係啊，好啱用添啊，即係幾好嘅話題添啦嚇。第一即係孕婦係咪容易見到咧？都依然有兩批人有唔同嘅講法嘅，我覺得。我覺得都係睇命格咯，係啦，係啦，或者可能佢啱啱陀過 B 嘅時候咧，嗰個 B 好旺佢，或者嗰個 B 本來係好強強嘅，嗰個命格係係啦，好陽氣嘅，係啦。咁你又未必嘅，即係反而係保護嘅，啱唔啱啊？咁同埋咧，即係我好認同頭先嗰位小聽眾肥。講啦，係啦，小肥講啦，就係話。佢都掛住湊 B 啦，佢仲邊有時間 detect 啫？即係好似我以前咁樣啫嘛。我見到嘅時候，我都唔覺得自己係見到嘅，即係只不過即係大家可能傾開嗰班人再傾嘅時候，嚇乜你原來咁㗎？係啦，哦原來我呢啲就係叫做見鬼啊！咁即係會係咁樣咯。冇錯，係啦。好啦，咁啊，繼續可以 send 你嘅文字過嚟 admin_0202@icloud.com 或者錄低你嘅聲音啊，更加好啦嚇。好啦，咁啊，聽下電話先，有呢位啊叫做馮小姐，馮小姐係啦，Hello。喂，你好，喂，系咪听到啊？而家听到噶啦，听到仲有灵犀，系我系 Queenie 啊，系，O K，我系想讲翻嗰时我喺屋企，咁嗰日我喺屋企咧夜晚嚟嘅，咁就听到咧屋企无端端咧有个女人声喺度嘘咁样一嘘咗一声，咁我啲。铃声咧就古灵精怪噶嘛，咁我以为我自己铃电话响咯，咁点知跟住我喺度谂，净系喺度谂啫，跟住之后咧，第二秒已经嗰个女人声系再嘘咗一声嘅，咁我又真系喺度，咁唔系电话嚟噶啦，咁啊真系有声喺屋企喺度咁样，即系个唞气嘅女人声咁样咯，又跟住咁我又约咗人，咁我赶住出门口，咁我唔理啦，咁。照出門口啦，跟住翻到去到第二日朝頭早，咁我屋企人入咗醫院去屋企咧探佢之後咧，我就翻屋企啦。咁我養一隻好大隻嘅大狗嘅，咁佢咧我翻到屋企咧，我望下只狗，咁只狗咧一係瞓緊覺嘅，咁望到我咧就即刻尖叫，咁我以為佢發惡夢啦，咁我話你發惡夢啊，唔使驚啦咁樣。咁跟住之後，我又好攰啦，咁我翻去瞓覺。咁啊，閂埋個房門瞓。跟住一瞓到一點鐘，咁只狗咧又尖叫喎。咁我咪衝出去睇佢咯。咁我見到佢咧，震下震下，咁同埋趌起隻手，趌起一隻手，震下震下，好似俾人即係好似俾人打咁樣。但係如果屋企得我一個，冇人我打佢嘅，我又瞓緊覺。咁跟住之後，咁我以為佢唔舒服啦，咁我即刻同佢去揾獸醫。咁佢落到樓下咧，個醫生又唔睇佢，因為放食晏。咁我就帶咗佢出旺角睇完就帶佢翻屋企。咁我成日都聽你哋節目噶嘛，咁我咪聽，我又諗下冇理由咁巧㗎。我琴日聽到嗰把聲，跟住只狗第二日就出事啦。咁我話聽到你哋話查日腳查日腳，咁我咪行去醫治普渡。查下咯，即系同只狗查一脚系嘛？唔系，我将个球诶，只狗有事嘛？系咯，只狗有事喎。咁你唔系帮只狗狗查日脚咩？唔系，我将我听到嗰个发声嗰个时间啊，嗰日子啊。咁我跟住之后，我咪俾个狮子铺嗰个女人。咁我女人又唔得闲，我做紧生意。因为好似年29嚟噶，年29定年28嚟噶。咁我听跟住之后咧，咁佢个女喺度，咁佢个女就话：，我帮你查啦，咁样。咁跟住咧，佢就问我，因为嗰日我有饮酒噶嘛，之前一日前一晚，咁我跟住佢又话，你有冇头痛啊？咁我话我琴日饮好多，我个头梗系痛啦。跟住佢话唔系，因为查完咧，佢嗰一格度有写唔同嘅嘢噶嘛。跟住佢话，唔系，呢度写你应该周身骨痛噶。跟住我话吓，周身骨痛我冇喎。咁跟住佢話不過藥你應該係撞到污糟嘢嘅，佢呢度寫就係撞到污糟嘢，咁就你係一個水鬼嚟嘅女人嚟嘅，咁就你自殺嘅呢個女呢個呢只鬼咁樣，跟住之後話你向翻西南邊，跟住就燒俾啲水飯佢化翻份嘢，咁就冇嘢噶啦咁樣。跟住我諗緊佢，因為嗰份醫紙好平啫嘛，廿幾蚊。你就算呃我都係呃我廿幾蚊啫。同埋跟住咁好啦。咁我因為喺屋企聽到噶嘛，咁我翻到屋企嘅時候，我都唔知係真定假。咁但係翻到屋企，如果佢仲喺度嘅話，我咪好驚咯。咁我但係我因為我冇指南針，我都要翻屋企攞個指南針噶嘛。係買啦，書局。手提電話都可以有 app 啦，係啦。
難真準確啲啊嘛，電子嘢好似唔係好信得過嘛。咁跟住我咪買攞完個，因為屋企有幾個指南針啊，如果再買嘅話，屋企成都係。咁我可以，咁我咪攞咗個指南針，咁就落去燒啦。跟住我行翻去屋企嗰段路咧，突然間諗咗一諗喎。我既然佢係女人，咁不如買套衫俾佢啦。你又講到佢自殺咁慘，咁啊，跟住之後我就翻轉頭就去翻嗰間醫治鋪嗰度，就問佢自己點燒啊嗰啲嘢。跟住就買咗套衫同買一對鞋俾佢。咁跟住之後咧就燒。咁我翻到屋企，我諗翻起我同我朋友講，即係一起身嘅時候同即係同只狗睇完醫生，我翻屋企就同我 friend 傾過一陣電話。我係同我 friend 講啊，係啦，唔知係咪飲得酒多咧，周身骨痛嘅咁樣。跟住我諗翻起嗰段説話喎。跟住之後我再諗翻起嗰個醫治鋪嗰個女仔。嗰一格嘢，跟住諗下係喎，我真係周身骨痛嘅喎，係喎。跟住之後，即係其實係自己唔記得咗啊。跟住我就諗下，哇，其實係真係準嘅喎。咁我跟住嗰一下我就寒啦。即係其實我嗰一晚我聽到嘅係真係一個女人嘅聲咯。咁跟住之後燒完之後，嗰一晚我都陪住我只狗，嗰一兩日都陪住佢。咁跟住咧，佢頭嗰晚咧，佢都係好驚嘅，佢都係，同埋佢驚咧，我控個頭埋去咧，望佢嘅時候咧，我長頭髮噶嘛，佢會好驚長頭髮嘅嘢咯。咁跟住之後，我就諗緊，唉，咁其實都唔知係真定假嘅，但係燒完之後過咗幾日，只狗又好似冇事咁樣，咁啊當係咯，又買個安心咯，係啊，買個安心咯，同埋都唔係貴，都係25蚊啫嘛嗰份嘢，同埋買埋啲嘢都加埋都係100-120蚊咯。但係年尾流流整單嘅嘢，我覺得即係不如好過年頭先嚟整嘢。嗱，所以咪就係咯，因為你飲酒嘛，又係嗰句啦。喝完酒之后出事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那天我就喝了一支红酒，跟着之后就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同埋因为我犯太岁，他们叫我后来我师傅跟我说，他说你犯太岁是不可以去医院去什么的，他不可以探人的，他说会黑上加黑的。跟住我都唔敢啦，系嘛？咁啊，纯粹可能系因为即系路过咁样撞到啫。咁好啊，即系如果你真系查日脚咁悭悭地搞掂 ，OK。咁你狗狗之后只手啊，佢只手有冇事啊？佢一个礼拜后冇事，但系后屘都仲有一次唔少少唔舒服，但系应该因为太老啦。不过后屘我之后我都入咗庙，我入咗拜神，我新年年头嗰时，跟住我去同翻我师傅讲，跟住师傅话。他說有時呢，他說未夠準確，他說如果你遇到這些事，你應該要入廟和找師傅咯，跟我說。後來我都請了個觀音陀住，都沒什麼了，OK。好啊，多謝你。我分享是這麼多，謝謝你的時間。謝謝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睇段片咯，好嘛？咁啊喺大澳靈探之後咧，有位朋友就話：喂，我要交貨咁樣喎，捉住交貨咁啊，喺嗰度咧同佢傾咗一段佢嘅出差嘅個案啦，酒店嘅個案啦。好，聽聽先。嘅時候咧，有位團友就話要交貨係嘛？係啊，冇錯。點稱呼啊？阿 Leon。喂 ，Leon 點啊 ？Leon。就咁嘅，因為我本身咧係超級無敵低齡人士嚟嘅，係咁咧就我唯一倉底見到嘅一件貨咧都要加埋税嚟加。多謝嚇，咁咧其實就喺大約係2010年左右啦。咁因為我有啲事係要上廣州做嘢，係咁就住某一間方向賓館啦，即係都幾出名嘅。係咩？係五星級嘅。哦 ，OK， 方向賓館，方向賓館，系啦，就唔係咩天鵝嗰啲啦，唔係，吳曉飛嘅，吳曉飛嘅，系啦 ，OK， 咁咧就嗰日就配咗間房咧，就叫做2107室，咁其實就係喺舊翼嗰邊嘅，咁就因為嗰時都夜啦，咁就好啦，咁照正常程序，一樣拍門啦，插卡啦，入房啦，系，我準備再插卡攞電嘅時間咧，下面查到，咦？點解好似有個人喺度嘅咧？當時未著燈嘅，未著燈，即係黑暗之中。係啦，見到有個人影。哦 ，OK。OK， 咁我其實嗰下幾驚，我驚就拆。啊！啊！我準備起降嘅啦。係。就係你要知強國裏邊，
都很強悍的即靈體的強悍一點是吧、初初我以為是人的、哦，你怕是人？是，我最怕是人的、那人是怕一點的，你怕不知道什麼人在裡面、我不知道有沒有黑星在裡面，好了，那我就正眼望看，咦，真的有個影子，不過只有半截的、OK， 我當自己眼花，好了，插卡攞電再望去，咦，仲喺度？咪着咗灯嚟噶？着咗噶啦！着咗灯都仲喺度？系啊！嗰咩位啊？你一眼望晒噶啦，酒店系啦，就系、是、一窗，即系一个酒店有个大窗口嘅。系咁，通常侧边会挤啲树啊，嗰啲咁嘅嘢，嗰、那个位置露台系露台入边哦，系啦，即系有露台嘅，系有露台，即系个影就喺露台出边喺入边。我入邊，房入邊，我房入邊。通常露台、露台出口嗰度會七棵樹啊、遮眼燈啊呢啲嘢嘅。好，就係嗰個位置，咦，仲喺度，半截身，仲要漸變咁樣，咁樣消失嘅。哇 ！OK， 咁我係睇唔到佢樣。就若果你係揼低頭。咁就係頭髮就都算係短嘅啦。咁著中山裝。男人嚟㗎。男人。啊，同埋系黑色嘅，依然系成个黑色，系啦，一个黑色影嘅物体。咁点算？嗰下我就讲一句，唔通真系有货交？啊 ，OK， 嗱几好啊，撞鬼就即刻谂起要交货啦。系啦，跟住咧嗰下就大镬啦，又再交咁。佢俾咗息怒我，系佢因前身系因我而死，因你而死。系，但系我系唔想去死。他即刻俾咗呢個信息嚟啊！係，同埋當時我發現自己身穿住一套清朝嘅官服。點啊？唔明喎！即係我嗰刻佢俾個幻象我，就係我成個身著住一件清朝嘅官服。即係有埋畫面添啊！即刻係有曬畫面，有埋感覺。OK。係。咁嗰刻佢再俾到息怒，係想對我不利。係。嗰一下我著貨。咁點啊？我粗口，粗口就冇。我非常之斯文地讲，我唔搞你，你搞我，我要打到你起唔到身。你凭咩打佢啊？啊，唔系嗰一下我真系好兴，系好想打到起唔到身。咁你唔会出手噶，真系。我真系想出手。点样出手呢？初初我谂住想跳过两张床，冲去埋去揼佢咯。咁佢唔系真系实体嚟噶、但系因为问题我。手咧揸住一啲好多嘅器材喺度，哦，若然咁样掟低咧，我真系会杀人。系啊，咁即系都几重伤。咁好嗰一刻，我谂 O K， 我当睇唔到，放低行李再冲埋去。系 O K， 一放低行李一转身消失咗，冇咗啦，冇咗啦。O K， 冇问题，照瞓觉。好嘢喎，你都仲敢瞓喎。我系好想去你嚟啦，你就好啦。好。佢點啦？跟住好瞓。哦。第二朝。冇事。冇事。哦。好啦，然之後第二年，咦，又要去廣州咯。第二年。係。哦。又睇2107。又係呢間房？係。唔係嘛？跟住嗰刻我少少拗拗地咯。即係你又係住緊翻呢間。冇錯，同一間。再俾翻呢間房嚟。係 ，exactly。咁邪？好邪。哦。最邪咧，正常咁樣插卡去開門。佢已經轉咗綠色燈，同埋已經開緊鎖，聽啲機械聲。係啊，突然間轉咗紅燈，鎖鎖翻。嚇 ！OK， 我換攞第二張卡俾佢。嚇、啊！都係咁。哦。OK。走人。我同佢講 ，OK， 你贏我輸，我依家去換卡，我依好眼瞓，唔好再玩嘢。即係你換房意思係嘛？啊唔係，我照住翻嗰班。即係再入到去嘅。係冇錯，我就落翻去。照換翻卡，我換卡再入去，再入 OK 冇問題。係，收尾過咗幾年之後，就同班 friend 喺度講翻起呢件事。係，因為有個 friend 咧就當時同我同房，佢就同我講：啊，你點解同唔同我講？我就話佢搞我，仲唔搞你喎？哦，即係你個 friend 同房嘅。係啦。哦，佢冇事。佢話佢病咗幾個星期。第一次定第二次啊？第一次。第一次，然後佢病咗幾個星期。係。咁啊，見唔到噶，佢見唔到。但系你著火著燈嘅時候，佢都會問你做乜嘢噶，都照計。係啊，佢有問過。你有？我冇答佢嘅。你冇乜冇講到，完全冇乜都冇。
跟住我只要行翻落去，想做同一动作，系我仲要搞咩？系哦，冇嘢冇嘢，瞓觉。哦，你都几大胆噶吓？嗰刻我先知。咁你有冇追查再问啦？因为你话个灵体俾你嘅信息就系同你前世有关系嘅。系。咁你有冇追查落去？冇，因为鬼讲嘢。佢講嘅啫嘛，聰明喎、啊，真係啊，呃鬼食豆腐嗰啲嚟嘅啫，真係係嘛，真係講大話嘅呢啲係咁樣。我唔知佢講唔講大話，總之，喂大佬，你講我就信嘅，俾啲證據嚟啊！啊，聰明喎、啊，咁以後仲敢唔敢得膽再住間酒店？哦、啊，跟住都冇去到間酒店啦，去咗第二啲酒店。第二啲啦，咁樣。係啦。哇！呢間酒店。嗱，我唔知邊間啊，我唔熟啊、你估就估啦，不過佢開咗個 number 名我已經。2107 是这么多是吗？没错，人生就一次，是唯一一次见得到的。好，但是暂时我们现在灵探当中的是有没有东西呢？就在、第一棵树那里有少少感觉之外都没什么的。第一棵树是的，就在那个位置，即是白屋隔离那个位置，是的，那棵榕树那里是那里是的，是的，那里是比较有感应多一点，暂时都没有啊，暂时没有。好，麻烦啊Leo， OK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 喂，佢态度好啱，觉得喂，你话系啊系噶啦啲嘢，我系啊，通常我都系靠自己咯，系嘛，唔系咁佢第一时间即系俾一个信息，你好直觉会觉得吓系点解会咁样？同埋我发觉咧，真系唔知系咪同你接触得多咧，问即系好多时真系咧，譬如见鬼啊、闯鬼嗰啲咧，甚至乎我而家有好多嘅朋友，即系围内呢啲朋友，第一件事，哎正啊，今晚有货交，即系大家已经觉得系。一件好事要交貨俾我，係啦係啦，哎，終於有貨交啦，輪到我啦，咁樣嗰只咯，係。好啊，嗱，我唔知以下落嚟啦，拍到呢條片嘅朋友有冇咁樣嘅心態咧？終於有貨交，唔知會唔會咧嚇？咁佢一位朋友啦，唔知咩人啊，一位網友啦，咪 upload 咗一條卡 cam 啦，就上一啲嘅 Facebook 啊或者啲 YouTube 咁樣啦，咁有人俾我睇喎，於是我今晚咧。先在呢個部分裏面一起看看先，一陣間咧去12:30之後咧，我哋會分析一下呢條片嘅。咁我哋睇條原片先啦，好嘛？睇睇條原片先。係。事發嘅時間係1月28日06:07大帽山。哇！咁黑嘅。係咯，咁黑嘅。七點幾咁黑？大帽山喎、啊，不過有可能嘅，邊度會有人上去嘅啫？唔係㗎，都好多㗎。係咪啊？系啊，飛車啊，嗰啲各樣都喺個頭。但燈都冇嗱，過曬噶啦，過咗噶啦，睇唔睇到啊？大家睇唔睇到啊？睇唔到係嘛？睇唔到嘅話，我哋製作咗一條有效果嘅片，係俾大家好清晰咁睇一次。嗱，先至聲明嗰個製作只係慢少少啫，係嘛？有少效果噶，嚟啊！呢條我真的毛管洞，不是講笑，你看看真的毛管洞啊，配埋個音真的差好遠啊，差好遠咧。係啊，好啦，究竟大家看到啲咩咧？係咩都不要講啦，好嘛？好啦，收費部分我哋翻嚟先再長談，好唔好 ？OK。好啦，咁啊，付費咗朋友記住 log in 入去睇啦。咁啊，未係付款嘅，希望快啲加入我哋嘅付款行列啦。攞張信用卡透過 PayPal 啦，喺我哋呢個版頁嗰度咧撳入去就可以即刻睇到噶啦。好，我哋翻嚟再傾。虽则有云，人有人讲，鬼有鬼听，但在恐怖在线的层面里面，现在经已发展到可以鬼讲人听，甚至人鬼共听讲的地步。恐怖在线，28927889。